经过中美两国经贸团队的共同努力, 三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已就中美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协议的文本包括序言, 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 食品和农产品, 金融服务, 汇率和透明度, 扩大贸易, 双边评估和终端解决最终条款共九个章节与此同时三方还达成了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